最新娱乐资讯。近日 ，SHINee 主唱金钟铉因抑郁症而烧炭自杀的事件，令众多圈内好友以及粉丝心碎，更有甚者选择随他而去。在出殡这天，亲人好友沉痛悼念金钟铉、SHINee 组合的成员明豪等，也在今天为他送行。立刻，东海、银赫为他抬棺。然而，就在出殡现场，韩国女星金依琳的举动引来了无数网友的痛骂。先是从人群中挤出，甚至还挤开了抬棺的前辈，站在镜头最前方抢占了 C 位。之后一脸沉痛的频频看向镜头，做出很难过的样子，奇怪的表情也疑似还在挤眼泪。对此，粉丝网友都开启了吐槽模式，痛骂金依琳这时候还在搏出位，可怕。为了博关注，真的有这种人。其他不想说，也说不定像粉丝说的是真的很难过才去前面，但是使劲这五官却挤不出眼泪，眼神不停地瞄镜头的行为，希望粉丝给一个解释。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站的，他这次是真的过了。